你的专职司机小韩已把你送到目的地，上楼别忘了哟，给我打个电话。知道了，路上小心啊。哎哎哎，等一下，是不是忘了点什么呀？每次都这样。我走啊。嗯，不行。流氓啊你！拜拜。好吧。路上小心啊！拜拜。哎，你怎么也这么晚回来呀？啊，吃饭来着。走吧，妈该担心了。啊。